啊，文文在试衣服。那是哥哥，你待会儿管他叫哥哥。嗯，没。你给我留点钱吃饭嘛，不然就没钱吃饭了。短头发的那个是哥哥，练哥。嗯，待会儿那个短头发的回来，你就管他叫练哥。这他就叫练哥，你不知道。 我买完了，走，练练，不错。怎么俩？叫哥哥吗？小妹妹不是所有短头发的人都是哥哥哟。但是妹妹呢？他是哥哥。哥哥吗？他是哥哥。他是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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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。